整个外形上是非常完美，我就觉得很被你们带进去，所谓你们这种奇装异服里面，就很容易感受到哇，原来这首歌的样子表达出来好像是这个状态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特别想要讲出来很值得鼓励的一个地方啊，大家来点掌声吧。那你们是来自于哪里呢？我们来自台北信义。台北信义，哇，全部都是，是不是？好，这么活泼，希望你们等一下可以拿一波冠军回家，我们再去信义大吃大喝，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再次掌声送给我们 A4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赶快下去休息。好，接下来下一组要登场的话，如果你有来。